出发出发，Go Go Go Go！来，今天后市走一走，今天哦。的这一款深入后市玩法不太一样，以一群朋友按顺序玩关卡，每个人都必须找到出口才能继续。如果有人被杀，返回到当前关卡的起点，这个是真真正正的回到第一关哦。输了就大家一起离开了。就全部 OK，OK，okay. 可能一起弹回第一关，Okay. 先试一下内麦吧。行。走吧，好，分头行动吧。来，贝克伦的游戏大部分都是长这个样子。这一款其实是比之前那一款还要旧的，但是它大改版之后，现在有好几万人在线。哎，这是楼梯吗？相互作用是 F 把它捡起来。找到一个钥匙你们过来了，你们是人吗？有我拿嘞，到一个钥匙我拿到一个钥匙，这我把楼梯筑起来之后拿到一个钥匙，帮我开一个门。这个图片给我，王来了。在这边，快逃！在哪里啊？都进来了吧？关门。来，OK，这个门关不了。报数！他用 QE 来平衡自己。我感觉他是是不转是少一到个了。啊？你是大海还是狮子丸？大海。哈哈哈哈哈！OK，最好赶紧把蛋回给头，搞回头，回来。打开，踩上去会受伤打开，我在这里。大你海，把大，哎，大海，最后怪物是怎么了？我没遇到啊，你没遇到都跟我不们起走来。散了。那你们怪物抓了，我就这门关不起白来。痴不见了。他不怪来，人，怪来人！快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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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另外一层呢，有箭头跟着箭头走吧。感觉白痴就在里面呢，等我们，应该有通讯设备那些东西吧？你们按 C，可以给这个，怎么样？意思，你是 Bigan ，I 哦，见。可能会有那个哦，不是人的怪物哦，以后都得秀出这个哦。Hello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这啊，他回来，秀出你的党证，来，秀出你的党证，你不他没秀出秀，来，他有问题，不秀，他是鬼，他是鬼，他有快问题，跑！他有问题，他有问题。安息呀、啊！他来了！我杀！他在追你。我不知道，我怎么被跑了？抓到嘞！我被抓到嘞！你一直跑啊！你一直跑啊！你别死啊！我们会帮你的。有人在吗？该不会其他人都在里面吧？我可能必须是那个勇者。丁义，你们在里面吗？丁义，你们在里面吗？OK，有人我死了，死了，不是，你们在里面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被关厕所了，你们三个都在里面？没有，只有我跟你啊，丁力把他引过来了，没有办法，他在追我，我受不了。那你看起来像是出口。我刚刚突然走一走就结束了，因为玩到了。对啊，大海，这个模式不适合我们哦。
我们应该是能出去的就出去，对不对？大家孤选先合作，那真出那个出不去的也没办法、啊。真的能出去，感谢他的牺牲嘛？对啊，对啊，我们感觉后世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一个。对啊，你有看那个电影，就是大家合作，然后死了，主角也倒了吗？没有嘛。对啊，我配角会死的，就是会死啊。对啊，不要我就出去啊，你们就先死一死啊，没关系的。乱讲，大凯，我们一定一起出去啊。3, 2, 1，哎，第一那个门在哪里啊？哎，我现在讲话的声音吗？有啊有啊。我刚抽大凯，大凯他没听到。啊？你说大凯是僵尸、啊？我刚我一直说他心眼。我抽一下。哎，这个要怎么平衡啊？白痴，你示范一下。我刚慢慢，这个我刚慢慢来失败。你不要看那个，你不要往前，你视角往下看脚。我刚刚是用横着走，不行的、欸。啊，那你试试。哎、欸，有人掉卷。哎、欸、呀，很倒哎、欸。你说他交这个大坛子谁倒哎？他交完就下去了。好，第一回你试试看。好，你是看着下面。哈哈、欸欸、大海换你。还是不是这？你跳吗？哎、欸，可以跳。跳到另外一个。看你跳。跳过去。好，我来试试。有哎、欸，就是。哈哈，你们根本过不了、啊。OK，、欸、白痴叫这招根本就没用。我刚刚就是这样走过去的、欸，我刚刚人没疯哎、欸。那我们去那个、啊，我们去那个，先去找那个箭头啊，一起走吧，不然等走散好像又上不去了。怪物到现在都还没出现呢、欸，你是谁？不要不要！哎、欸，走到箭头了！还有时间。怎么只剩三个啦？啊，怎么又只剩三个啦？现在在这里有谁？丁义吗？哎、欸，我和大凯，大凯外面，他好像把我们把怪引走哎、欸。睡，大凯来喽！上将，是不是我们四个都到就可以打开这里？看一下。这里终于不会再嗯嘞、欸，来第二关这是什么？洞口。哎，完了，我开始按嘞、欸，该不会爆炸吧？哦，还好。是人在推我是不是 ？OK， 谁在推我？还、欸、要去找密码的样子啊？哎、我是解谜大师，请讲。你要解谜大师哦，大海那个多按几次我不确定哦，可能会爆哦。他竟然给了手电筒，代表数字应该会藏在一些黑黑的地方。那个高不能按呢、欸。刚刚那个可以按啊，它可以按一二三四啊。然后它是有颜色的啊，还是跟这个车子的颜色有关系？这有三台红色的，我感觉是欸、一台蓝色的。就另外那边还有一个停车场啊。那就看一下另外一个停车场、啊。那红色就是三嘛。好，丁一，你按按看，你按那个。好。丁一，有什么东西来了？有什么东西来了？是我，嘿嘿，是我啦。一个红色的门，然后里面有三台红色的车加一个蓝色的车。请问出口？完蛋，会遇到笑脸。要按几？哭啊 ！OK， 我也遇到笑脸了。要轰的，要轰掉了。大凯怎么样？有什么头绪吗？没有、啊。是一二三三，然后四五六六七八九九九九，然后新字号，然后哎、欸，对，随便乱按，哭啊！哎、欸，门怎么开了？你刚按多少？我刚按，我这样是什么？第一排第一个，第二排第一个，第三排第三个，第四排第一个。
过了就好，过了。哎，过了就好，六六。哎哎，好、哦、好、哦，有人死掉了啊！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啊啊啊！我不知道啊，怎么有人死啊？走，为什么？啊，大海四肢都没了。没事，他说不定会复活。哎、欸，复活了、欸，你要复活了，我可以复活了。对，笑脸就出来了。笑脸会死啊、哦！我刚刚就看笑脸死的。啊，所以刚刚到底怎么过的、啊？哭啊！第二关嘞、欸，还得是我。都还得。要杏仁水，要脸要杏仁水。这里感觉会有怪嘞，可能要秀挡阵哦。前面那个就很像，对啊，前面那个就很像。前面有怪，过来了，前面那个，你看到吗？哎、欸，前面那个绝对是鬼，绝对是鬼，跑过来了，他跑过来了，啊，他很明显嘞，他很明显呐、啊，他很明显呐、啊。阿本这样一直追我吧，哎、欸，他变露出原形了，哇，他露出原形了，快跑哦 ！OK， 他还在追，不是这个，不就是之前那个吗？他停车停啊。之前停车场那只鬼 啊！找柜子，柜子！哎、欸，还有第二只哎、欸！里面有一个很像怪的、欸，那不止一只哎、欸！完了！有没有吃掉嘞？哎呦！有人在那边 excuse me 嘞！是这个米太怪的语音是不是？抱歉啦、啊，我们是讲中文的、啊，你骗不了我、啊。刚刚有一个人往那边跑都死掉了，该不会那里是死路吧 ？OK， 他人进房了。哎、欸，嗨，哎，你好，阿姨嘞 ，Hello， 做了一场梦 ，Hello。Hello， 刚坐电梯的时候累了，眯一下。哦，原来是，哦，做了一场梦啊。不知道那个怪无限追，那个怪没有要停的意思。感觉是逃命关吗？应该有个出口，应该要跑到底吧。啊，刚刚有一个人往右前方跑，没看到出口吗？哎、欸，我又看到他嘞。来了，前面那个，明显的。是不是他超级明显的？怎么有那么多啊？哎、欸，看到了，他去追、欸，哎，就很多只啊，就很多只啊，哎，追王杰，Hello， 嘿、hey. ，不是，他真的会跟你 Hello 跟 Hey Hey， 还会 Excuse me， 哎、欸，他跑超快，只要回头。就一定会被他追到，哎、欸，柱子好像可以卡他，就是，柱子可以卡他、欸，哎，哈哈哈卖嗨呢，卖修嗨呢，我有钥匙，哦，白痴，你已经死了！啊，完了，这个也死了！完了！我被转角直接干掉了。他、啊、这个怪怎么这么强？他跑超快的。OK， 我切不到丁义那里了。大凯，喂，大凯，喂。啊！丁义还以为那是队友哎、欸，他以为还有队友啊！啊！啊哦，又全灭了，对。哎，又做了一场。他们在，根本我刚想说那是大凯，我也跑过去吓他好了，但结果跑过去我就死掉了。丁义黑两下死掉，超好笑，怪还血啊！不是那个怪就会血啊，那个怪会黑黑，还会那个 excuse me 啊、哦。我找钥匙、欸，柜子里有一个钥匙。所以要找柜子是不是？
对，就柜子打开，然后有钥匙可以拿。不是钥匙拿到后就是。那怪只要拖过来，那怪只要启动之后，它就是无限追杀。OK， 他已经直接不演了，不是，他直接演不理太了。哎，完啦！不是，他们这么多次，然后跑这么快，能怎么办？那个柱子卡他。好，怎样？斗鸡刚，斗鸡刚死的是你吧？你 是躲进那个房间？没错。哎，他怎么走进来的？哎，白痴卡着门呢。而且我觉得你刚刚更白痴，你被两只追，然后旁边那只跟着跑，我以为那个是别人。哎、欸，对，那个也是一只，你才怪。那个超明显的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想到他跟着你一起跑也是偷。哎、欸，手电筒哎、欸，嗨，干嘛？安全的，两个人试一下，两个人试一下，你进来看一下。你有找到钥匙吗？还缺一个哎、欸，有找到？我应该是没拿到哎、欸，还他要四把，他要四把钥匙，然后四把钥匙一起转才可以开这个门。那只能跟他们一个救急队一了。缺一把钥匙了。我觉得我们好像必须先上天了，好像先上天才可以啊。好啊，不然先上天吗？来，先上天，最后必验啊。哦，哎，这转选择，他也中招了，团结力量大。Excuse me。前面那个超怪，OK， 还有一只在那边咬。啊，剩两个啦！啊，你怎么上天啦、啊？你好 ，Hello。Hello, excuse me. Excuse me. 哇，刚刚那个去追另外一个的，怎么突然回头跑来抓我啊？哎、欸，你还死在房间里啊？对啊，我刚刚以为那个是你。啥鬼？不是，他早就变怪物形态了。不是，他还有一只啊，还有一只啊。开了，有料哦。哎，魔仙啊，立夏，怎么声音？嗯 ，OK， 丁一不说话，还装死。嗯，哎，魔仙啊，这个人，小心，你先走。怪的、哦嗯。好，有声音。好，过来。嘿嘿，按订阅。快订阅！大家记得点赞、按订阅啊！